包府千岁受罚禁锢数十年。八九记载，这人口家的圣贤，我要圣贤保护甲妈祖婆两个公看到一个哈，不记也都冷禁哈二十年。神明洗手阻挡严重水患。所有五条八溪拢起来，啊来的时阵就是破堤的时阵，咱这的耆老有看到讲，有看到人讲提迄个迄个衫吼，伊就摊拖起来去围住。每周六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